習近平有冇問你關於僭建嘅問題，你點樣回答佢咧？完全冇。我會重視立法會同埋喺社會咧，對我工作嘅不同嘅意見。落去咧，我會集中精力做好特區嘅施政工作，務實咁同香港人一齊做好香港經濟民生各個方面嘅建設嘅工作。